知名手摇茶饮、火锅美食、早餐品牌都参与台北国际连锁加盟大展，释出招揽创业伙伴优惠讯息。早午餐业最低价100,000就能加盟创业，甜点店更是39,000就能开业，抢攻年后加盟创业商机。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举办春季展，已经迈入第22个年头。那我们每年在台�湾北中南共举行5场的展览，那在国际海外也协助展览数十场，所以让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成为一个实现创业梦想的平台。我们提供最新、最优质且安全的环境，来让创业的伙伴们有一个最好的这个平台的环境。我们台北应该是连锁产业最多的地方。台北是我们算过，整个有将近2000个，然后密度是世界第一，所以连锁加盟在台北市的商机也非常非常的大。那尤其是今年疫情开始之后，其实整个经济转型到一个完全新的常态。那经济发展跟经济活动，尤其像今天看到非常多的产业，他们其实都在这一波里面其实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，因为宅经济发生了，无接触经济发生了，然后提供服务的新的形态也发生了，所以我们相信在2021年，我们的连锁加盟企业会可能发展会比现在更好。所以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也是很欢迎你们在台北市办这样的展览。第二个，我们也可以跟全世界来宣告，其实在台北我们是正常的生活、正常的工作。那最重要是在台北可以找到最多的商机。展览也广邀产官学专业讲师，针对创业名人成功经验分享、市场开发与选择、品牌行销攻略等主题演讲，去年吸引了120,000人次参观，预估今年看展人潮可以突破150,000人次，创造20,000个就业机会与3亿市场产值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